我那边啊，出去三台三包嘛。三台过来啊。来，过来，来。来，这是他们写的单。来，这烟灰啊，摸车顶买的，直接摸车顶。他说你给过亿。啊，你也冇去啊？是啊，这张你看怎样？这张是一套厅啊，拢是啊。安尼，咱的货才会分得开啊。来，这过亿上面写这种高的货车，什么价来开五百了，我嘛五百块了。来五百了。哦，这大地啊，这一地五百，咱这大地这高啊，这拢无白讲的啊。真的嘛是安尼咯，求水退钱啊，这条过来无地啊，五百了。那边搞要吃过亿阿妈鱼，拢有啊、哦。谢谢，大家开始问。大家要啥？来阿龙，你等。杨老路。请问呀？你这边安尼要啥来啊？我无客气，我你家己缀落好无？来，过来，吃啦，吃啦。你客气，看看遐个。免啦。好，你等下无用山见，阿叔见马道见我未？见马道见。你一个客来吧。来，到两边吃马道。你要吃啥？我讲我哦。牛肉咯，来吃牛肉咯。来鱼肉，落尾食免一千，免八百，这内底哪十八块顶下看鱼肉，全部内底拢肉嘞。哦，一包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了。来羊肉卤两百了啊。来两百，落尾食鱼肉了哦，两百块了。拢有啊，谢谢。来，看要食啥，我讲快点啊。来，到人要食毛肚。毛肚要食唔免三百，唔免二百，我这都会退冰，咱会当吃啊。来要食毛肚，一百块有人要吃无？毛肚一百了啊。一包两包，你一包搁送你来三包，一包。有人要吃毛肚无？一百块，一包了，这真正好吃哦！我未来问，我的口味的毛肚你外口买无吃好吃，无甲你好笑。一包搁有买毛肚的无？拢有啊、哦，谢谢。要一包。来，猛买猛吃哦，一包了，有啊、哦。来，阿叔你莫收钱，萝卜糕也起来，我看下。恁敢有要吃萝卜糕？这即落天寒寒，暗时甲真正的食起来，真的。不只要小汤嘛，袂歹哈。反正萝卜糕三百五百，变两百嘛变啦，一百五十有人要吃啊，一百五，一百个上面来百五了。萝卜糕来咩啊？来吃。好，你再把片牛三把甲双把过一下咯，看你包钱了。大王哥要吃啊无？萝卜糕这阿姊。你变温啦。温咯，阿姊啊，好吃都嘛变两个。啊，最后一个百五要来无？美女，你平刚好要吃萝卜糕，这纯水糖的我唔是咧好笑哦，这外口是买无这条超好吃的哦。大哥，你敢有要试看卖无？卖啊！好啊，我来买，来，赶紧，啊，你帮我拼先。来，迄个，来，别走。啊，我别看，台下摕一个，我用好无？来，到人要食这帝王蟹，要放这退冰来当食，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乱买。同款嘞啊！啊，这无退冰的，啊，我讲你袂买，我等下搁摆一届，不是同款。哦，唔免我搁摆一架，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哩，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安尼两百块。来两百块，有要食萝卜糕无？萝卜糕，咩唔是萝卜糕，迄个帝王蟹会放啊。我后尾啊，后尾要一百块四条放来嘛，一百块，真好食哦。谢谢。啊，这下你要搞些啥物？姐，你个萝卜糕有收好无？好啊，啊，看你要搁食啥，我讲啊。姐，加点卖遐啊，遐真好食。来。阿叔，我过来要吃啥？好啊，你想要杀啥，你就杀啊。来，看人要吃小龙汤包，这顿来甲炊肉烧了，足好吃啊！这一包五十粒的哦，三百二啊五弄面啊，一百五十了。然后人要吃迄个小龙汤包无，一百五。他什么牌的？那一家？迄个啊，几好看。多钱吗？足好吃，还卖啊济，但人家啊，你看人家安怎吃？大刚我卖二十包，我无好吃。百五要吃小龙汤包啊？这种的炊肉烧肉好吃，你若对落伊的帝王蟹，办法对落啊，百外拢有啊吼。啊，谢谢。好啊，做先，等下一步一步啦，等下莫着加水哦。啊，我来啊。好，你先莫。好啦。一百五嘛。来一百五。莫着加水哦，好未？你要莫话啊。到人要吃这个全世界上好吃的咸鱼无？这挪威青鱼啊，这顿的真正很好吃，柠檬啊、胡椒你甲盐淋下就好啊。一地餐厅百八两地三六，唔免三百，唔免二啊五，卖恁两百了。我这地搁送你，这地搁你，你先提钱，这地嘛我也袂晓请你了。来两百有哪要吃无？挪威青鱼。好，月亮花枝那个鸡腿哦，鸡腿我买了。
哎，我讲你。博远的吗？博远的挪威啊，正挪威啊。来吃。挪威就是挪威，就是上博远的啊，卖死咸的啊，今晚无人咧食死咸的啊。来，看有人要食挪威青鱼的无？都有啊，来谢谢。我收起来，顺顺啊买落，顺顺啊买落。来，啊你对，你麻辣的麻起来无？啊，这话因讲哦。姐，你揢一个，揢一个，迄个汤类哦，火料上哦。来，到人要食这个鸡腿无？伊这鸡腿哦，把你撕开，这叫牛二两五骨鸡腿排，拢无骨头的。哦，来，我来讲，这当个真正的就好吃啊。哦，来说，拢无骨的哦。想要食鸡腿，卖300，卖鱼啊五，200有人要食啊，200块了。我两支鸡腿给你哦，来三支鸡腿给你，四支给你啦，五支给你，六支给你啦。七支啊！你要创骨的，你千万唔好买这无骨的，你创哦！你先加钱，我来讲啊，我搁送一支啊，送两支啊，送三支啊，这十支的鸡腿，你当下甲真正的就好啊！来200上面吃，200块了。这因为牛二两鸡腿排200块了，来200块了，200了，拢有啊吼！来谢谢，来，啊你也辛苦，那看无好，不要往处理了。来，啊你若要吃啥，甲我讲一下哦，物件，然后200含吧。哦，来，红烧牛腩哦，啊，这碗建议哦，咱来食这个，这个天才看到哦，咱来暗时有哦，甲煮一下佛跳墙哦，囡仔食，哦，家己的爸爸妈妈食，哦，这佛跳墙，这一只拢300几块，两只拢600-700块，唔免600，唔免500，先给钱的先赢，来200了嘛，来200块佛跳墙200块了，来200块了啊，200了，谢谢姐，你收下。来，到人要食红烧牛腩无？伊这汤头来做红烧的吼，这牛腩，啊，这内底拢牛肉，这用我烧就好啊吼，这一只才有200块啦，两只才有500啦吼，一只200块，两只500，我烧两个就好啊，卖500，卖400，要食牛肉咯，200咯，来200块了，红烧牛腩200块咯，来200块就好啊，来谢谢。哎，伊讲买啥物？买牛肉咯。牛肉咯，人买几箱的去啊？加一个做生意的，一个买贵种，一来毛豆起来，我你毛豆买200好无？冰个蛋哪只？2份啦，400。200，系啊，200，一包200，3包给你啊，4包。大咱的毛豆好食无？会下啦吼，会下啦吼。来，毛豆过来买来无？买买贵种买100食看吗？你买100、200。一包吼，来一包就好。来毛豆，来要试食无？100块，100块，试试看看。咱的毛豆退冰了当食，唔免经过煮啊。来，要买一包。来，你敢要摕一个迄个小碗阿姊啊？对无？阿姊啊，手真歹做。啥物？好啊，好啊，无问题啊。无，牛柳好啊，牛柳。牛柳伫啊，吼，看人家买来。你要小碗我讲啊，要小碗我讲啊。来，注意多啦。来，大牛柳，你要偌济？300好不好？好来。来边啊，4份咯。4份啊，来，买过来，买过来，无够。来，一包鱼啊，我2包、500，3包给你，4包给你，5包给你，6包给你啊！来，五个啊！来，一包鱼啊，我2包、500，3包啊，4包，5包啊，6包啊，6包给你啊！来，伊个是牛郎。1200，金龙，3456，我帮你打一下，我给4分了钱，金龙3456，来六，来，安尼好，4分的先我赔了吼，安尼6包嘛吼，来，到人唔好买贵，买200试食看卖无？阿姐啊，阿姐啊，你要买200食看卖无？炒炒尔，我摕一包来，减一包，买无？你要炒看卖无？这牛肉，一丝啊，当个炒炒，人个好食一个，买4分我也袂甲伊骗。买200食看吗？要不要？来边啊！无啊！你要来无？买好无？真正好食，我袂解脱。一包买了未？无啦，1份200啦，无你买1包就买。买好。1包就来只碗。对。4包200啦，买两摆过来啊，然后后边买啊。来，搁有要食啥物无？要点菜来点哦，好来。有人要食花枝月亮虾饼无？这内底满满的飞机甲虾啊，这当个真正的好啊，300几啊五六面啊，200块就好来，200块就好啊。这一袋餐厅芝华鸡啊，白两袋就500啦。这10包拢有泰式酸辣酱啊，我卖你200尔啦。7包送你一袋，6、10块你也买无啊啦。来啊来啊，7包够你啊，4包啊，200就好啦。来啊，一袋芝华鸡啊，白2包啊，3包啊，3包无够4包啊，大大只啦，真正让囡仔食啊，大人嘛会当食啊，这拢大家爱食的，200咯。来200块，要食花枝月亮虾饼无？200块，拢有啊吼。
到南尾买一百块试吃看卖无？那这一袋两袋？一袋胶的，一袋。你那月亮虾片就包的两袋，啊，这胶的，那这摸摸飞机甲虾啊，还是你买一百块试吃看卖，一百块好啊。谢谢。好啊，我两包。大家。这两包试吃看卖，好食，林哥你要买这个吼，来，来。有人要吃鲍鱼无？这种鲍鱼我也袂卖好无？台式盐煮水饺。到人要吃鲍鱼，这阵会拢免煮，你摕一块布啊，退冰桶啊，倒落来就好。别错误嘞，想要吃卖五百，两百给你就好，两百咯。你还要三百？要三百啊，两粒给你，三粒给你啊，四粒给你啊，五粒给你啊，来五粒无够，这粒够给你啊，六粒吧。来，最后这两粒一包，人要来无？那边要这边当个试吃嘛，来一包咯，一包够人要试吃看吗？谢谢，钱好卖，钱好漂亮。到人要吃台式咸酥鸡，这咱真正卖了上好的，这你也当买来吃看卖啊。品牌八八罐啊，我见过啊，这绝对有你学落的啊，绝对有你吃的比第一名，真正无解怎啊？这当个季节了，南边块高站渣啊，蒜头一包鱼要我两包五包，免五包四包，恁买两包当个试吃看卖，两包了。来两包面啊！台式咸酥鸡，真正腰瘦好食，这无你好笑啊！一包块，两百块了，果冻冒起来了，两包了。来几块钱啊？果冻冒起来，龟小果冻冒起来，两包。那边我们吃台式咸酥鸡无？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拢有啊！好，谢谢，来。你看我们气脚话嘛，这怎样做解啊？来，谢谢。啊，披萨嘞，披萨莫米，是吧？你给你干嘛哇？来到人要吃果冻嘛，这一斤菜只要八十块，今麦起价九十几，你也摕袂啊？迄个披萨做顶管。来，你要吃果冻，先给钱先啊，二十了哇，有人要吃二十块了，二十块了哇，直接收钱。